这没有别的出路了呀，瞎子！我可能出不去了。我们在地下河口发现了这些尸体，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么深？尼坎玉艮，山下有险。南越人在一个缝隙里发现了他们的骨神。在30年前。 我们每年还必须向他献祭，否则就会受到他的惩罚和诅咒。走！他散布这些寄生虫，就是为了控制人，打开这里。他让开关！开关！你看到黑暗里是什么了吗？ 是个巨大的怪物，看来会颠覆你的世界观的。